深更半夜花前月下，孤男寡女还能干嘛？安宁，不要再忤逆陛下，陛下生气你也会受伤。狄家满门被斩，就在这静安侯府，子渊亲眼目睹了这一切，我不敢想，却也不敢不想。每次都要喝醉了才来这里，假装这是一场梦。我知道，也记得，你在西北战场是勇敢的将领，回京后却只能夜夜笙歌，日日宿醉。你不必如此。我来这里就是为了提醒自己不要忘记，当年在这片池塘，子渊救过我。那样的子渊是不会轻易变成帝承恩的。也许是，但是在泰山被囚禁十年的滋味，我们无法和他感同身受。我宁愿他在泰山之上，起码大晋会和平，子渊也会安全。安宁，子渊下山后，我会竭尽全力履行承诺。何人在此？是安乐。太子殿下找安乐，安乐这不就来了吗？你怎么一个人在这儿？谁说我是一个人啊？哎，快！洛明熙，这深更半夜的，你俩在这儿干嘛呢？深更半夜花前月下，孤男寡女还能干嘛？自然是聊公务了。聊公务？嗯。大理寺环境还不够好，你们二位还要来此处聊公务？这静安侯府马上就要变成刑部大牢了，所以我提前过来看看哪里适合安置刑具。任安乐，我怎么不知你还关心刑具之事？唉，既然都已经被太子殿下给看穿了，那我便从实招来吧。其实我此番前来正是因为帝子渊。这里可是大名鼎鼎的静安侯府，帝子渊住过的地方。苑琴曾经对我说过，知己知彼方能百战百胜，所以我就是想过来瞧瞧这帝子渊到底是何方神圣，能够让你们如此念念不忘。你从来都不跟我讲帝子渊的事情，所以我就想起来太子殿下跟我说过，在这京城之中还能够关心帝子渊的就是洛明熙了。哎，我此番把所有安乐战水牢里的机关刑具一一都告诉了洛明熙，要不是因为那帝子渊马上就要下山了，我定能谈一个更好的条件。嗨，安乐，你想知道子渊的情况尽管来问我嘛，我可是重金压了你当太子妃，怎么会不帮你呢？早说嘛。任安乐，我不管你来侯府有何目的，以后都不要再接近此地，若被有心之人利用，我怕我护不住你。哦，那这下好了，京城里两个最了解帝子渊的人都在这儿，你问他们吧，我先走了。收了我的礼，哪还有先走的道理啊？你看，月亮这么圆，太适合一起喝酒了。走，安妮，好，走走走，喝酒去。